先一分。咁孟菲斯有一個好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哋喺進攻嘅時候啦，咁啊如果 set 咗個半場啦，咁佢哋喺進攻分波方面都好有耐性嘅，好多時候都揾到一個 open man 出嚟嘅。頭先嘅情況之下咧，就揾到啦巴力塔。哇，巴斯好嘢喎！啊，加上咧底線咧封唔曬，俾佢進行咧就接受其他人嘅意見。好，基斯保羅啦，呢球佢鏟埋籃底五中。Brandon Bass 巴斯啊，執死雞。今日嘅第二個入球攞四，我哋的神，我呢個波啦射啦。